心给了我，我为什么要放开你？谁把心给你了？如果你没有把心给了我，你为什么跑来看我比赛？对不起。难道要很多考验，还要很多？有你，快走！起来，叫你起来，起来！六，你说过格斗天王是永不败的，你说过格斗天王是永不败的，不是吗？抬头看我。你不可以认输，起来。We sail on together. 七。We drift in the pond. 起来。八。九。五。四。金龙，出去。谢谢你来。你要干什么了？
心给了我，我为什么要放开你？谁把心给你了？如果你没有把心给了我，你为什么跑来看我比赛？如果你没有把心给了我，你为什么在我比赛快输的时候跑到台前来为我加油，让我起死回生？我像个隐形人，逗你开心，逗你笑，但你总是看不见。难道要很多考验，还要很多？你不会没有原因的踏进比赛场地，更不会莫名其妙带给我反败为胜的力量。其实你的心里跟我一样清楚为什么，不是吗？我挨打，你会痛；我流血，你会哭。你明明喜欢我，为什么非要把我推开？我输了。在你的面前，我彻彻底底也输了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今天你不说清楚，我不会让你走。你给我说清楚。你想知道什么？逞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幸运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女人从小就没有父亲，连唯一的母亲也受尽幼儿症的折磨而死，你能想象吗？保护、温暖、依赖，这些家庭的亲情都离我好遥远。我的生活里就只有靠自己，所以我必须伪装，必须强悍，是不会懂的。我父亲格斗天王是众人的强者，他承诺要给的爱，要照顾的人，该打造的幸福，他通通都可以背叛抛弃。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诺言是真的。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上那些伤害你的人而对其他人失去信心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受过伤。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没有永久的爱情，就只有永远的伤口。已经发生过的事，我没有办法改变。那些不愉快的记忆，我也没有办法让它消失。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我不要听。你给我转过头来听我说清楚。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永远不会走开。永远不会消失，相信我。